速度要快，我的手啊，加了就搬，加了就搬。天哪，这位大哥你好凶长哈、啊，加一下也挺沉的啊。今天的风景真的好漂亮，你看，大海真的是很容易让人放松心情的一个地方，哇，真的太美了。哎，抓住了，跑得贼快的老虎蟹，看，这个就是暖萌可爱的老虎蟹，哼，速度很快的，呵呵，不要小瞧它。这有个箭螺，这也有一个，哎，这边有发现哦，你看，石头蟹，出来出来，出来出来，出来喽！这出来了，给它先用脚顶住，然后我们再上手，这样不容易被夹。那你夹紧了，我直接掉桶里，可以吧？可以哈，嘿，走喽，进去了。哇，这边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古螺，上来吧你，缩得真快，收了收了，这一个好大个，这一个古螺，这种的饭店都有卖哦，都是去尾了，然后拿去爆炒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垃圾袋给它带了吧，上头。哎，有东西啊，有东西夹我钩子，哇，这个洞穴还挺深的，再来试一下，勾不出来呀、啊、呀，这300斤的大石头啊，天哪，真搬不动，这个就没办法了，算了算了，应该不是大只的，我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？我感觉这边又有东西动了一下。没有，没有啊！哎，不是哈、啊，还真有啊！我以为我出现幻觉了，没想到还真的有。原来躲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哇，三眼蟹，三眼蟹！哇，你看，喷水了，喷水了，喷水了，它着急起来了，开始喷水了。哇哈！哦，上来吧你！哇，我的天哪，它这，你看。夹我，还好他秒松，夹到我手套，这么凶啊！有没有看到他这壳里面在动？有没有看到？这可能不会很胖，速度要快哦！我的手啊，夹了就搬，夹了就搬。天哪，这位大哥你好凶长哈、啊，夹一下也挺疼的啊！嘿，好凶啊，好凶啊，好凶啊！我还能奈何不了你。有本事你把这钩顶起来啊！天哪，夹我！哦，上来上来上来吧你，总得夹一样东西，不夹我铁钩就夹我手。哇，他气的你看水一直在喷，这边这块石头你看就是他喷出来的水，不肯松。哎，松了，又夹上去一个，感觉捏不进去，还挺胖的样子。哇塞，是胖的，是胖的。我还以为我这边能看到它里面洞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个壳基本上就相当于透明了，能看到里面的那个内脏在动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呼吸，你看一直在动，可能是水在里面。不管了，上头。哦，那边我发现了一只正在卧下去的石头蟹，在这，在这，在这，看能不能给它顶出来。哦，两壳的，卵壳的。哎，还真的好暖啊！这种的螃蟹暖暖的，它再摁下去，你看，这种的一般是刚脱完壳没多久的。哈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好可爱哈、啊！哦，有脚有脚，在这在这，给它勾出来。石头蟹，看，是一只母的，这只个头不错，夹紧了，带你飞。起飞上头！哦，这有一只螃蟹，看，还是独臂大将军。哦吼！哇、哦，这一只可以哈，也挺大只的，可以，这只收了，不早了吧？
来这边也几个小时了，找来找去没找到什么海货。这个是山岩蟹，这一只很肥啊，它还夹我了，所以回去我要考虑一下要怎么吃它。现在阳光在那边呢，这阳光这样子对着照射的话，它里面是没有缝隙的，这一只相对可以的。然后这里面还有几只石头蟹，一些螺就不拿出来了，等会夹起来了就不划算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拜拜啦，下次见哦。